一种产品啊，抹上去，然后涂涂涂涂涂，它就会就像针一样会掉下来，是吧？那是什么？在产品里面两种物质，一个是阴离子，一个是阳离子，结合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些聚合物，所以那基本上不是你的脚趾。今天下午6点，超市实在有健康。